我们准备开始。各位亲爱的家人，全世界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好。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向大自然学习大智慧。前面的课程也是在做一些铺垫，让大家重新来认识大自然。因为很多人就觉得这个大自然没什么啊，人类比较厉害啊，人类科技很厉害啊，人类比较聪明啊，所以一般都是以人本主义看到人类很行很厉害，那对大自然呢，往往都是忽略、忽视、误解，导致形成很多的压榨破坏，因为没有静下来，好好的去看大自然的奥妙、大自然的大智慧，所以人类就变成用人类的人本主义，用自我一直在运作，导致你为了解决一个问题，但是却衍生更多的问题。所以让这个世界就变成，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繁荣，但是却充满很多的后患、灾祸，这就是因为考量事情没有全面化，没有全面性，只是片面的看到我们所想要的，你只是看到某个角度，看到一些利，而看不到人类的科技、经济所带来的弊病，这两堂课会陆续和大家来介绍大自然的奥妙、大自然的大智慧。来，我们现在来看，很多人他会认为说，一般民间什么宗教信仰那是迷信啊，认为科学才是冷静理智有智慧，所以迷科学的人，他认为说这样才是正确，但是他不知道，他迷科学也是一种信仰。有时候也是一种迷信，迷科学，迷于科学。有时候，因为他不知道科学的局限性，他有他的利，但是有他的弊病，一般人不容易看到。所以希望大家，不管你喜欢哪方面，不管你从事哪方面，或是你认为科学很重要。也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开放的心，能够虚怀若谷、虚心的学习，因为宇宙的真理实相远远比现在科学界所认知的要更深、更奥妙、更广泛所以希望人类要有一种开放的心，能够虚心的学习、多交流来，我们现在来切入这个主题，向大自然学习大智慧。现在我们就以银杏树，我现在尽量用大自然做主角，因为一般人习惯就是以人为本，把人摆在中间，认为人很厉害。那现在呢，为了让人类重新来看清真理实相，所以我们现在呢，从个角度说，我也是大自然的，就像大自然的代言人。很多明星他们都什么代言什么产品，代言什么产品，他们代言都有得到很多的，什么代言费，那个都好几千万、好几亿。他们是为一个公司在代言，那我为大自然，大自然是这个更庞大的，我为大自然代言，但是我却没有什么代言费了。有啦，
大自然会给我更多的那些礼物啦，甜美的果实啦，啊，这也是大自然回馈给我的。那就好像有一句话说，士为知己则用，女为悦己则容。当我越懂得欣赏大自然，确实大自然处处回馈给我的也更多，更多的礼物，更多的奥妙啊。所以我常常陶醉在大自然的奥妙、大自然的艺术之美、大自然的智慧啊。那个不是幻觉，不是幻想的，真的大自然的奥妙，希望大家哈，用心灵来品尝啊。来，我们现在请我跟大家介绍的大自然智慧，不是用我个人，不是要呈现我个人厉害，而是把我个人呢退缩到一个我只是一个小角色，然后让大自然来做主角啊。来，我们现在这个主角是银杏，我们请银杏树来现身说法。等一下，声音太尖锐。我们请银杏树来现身说法哈。来，这一棵银杏树，当我们跟它见面的时候，哇，我很赞叹它，好厉害哦！哦，它这个树高应该有20公尺有，20米啊，20几米，然后看它树上挂满很多的累累果实。累累果实，那人类呢？这些动物过来之后，人类这个动物过来之后，就在那里采摘，或是在地上捡，或是在地上采摘。我看到这些银杏，哇，这里一串，那里一串，真的到处挂满累累的果实。好，银杏，它的全身都可以做药用。药用还有又可以做食物啊，所以当我看到这棵银杏哦，我很赞叹它，感恩它。来，你们说这一棵银杏，你们预估它大概几岁？300多年？500年？来讲1500年的，你是怎么瞎猜的，还是怎么样？我是凭心灵感觉。凭心灵感觉哦。来，我们来看哈。来，这一棵看起来，我们说合抱之木，这个大概要2.5到3个人才能够抱起来哈。来，我们看1186岁，这是5年前的资料，所以他现在已经1191岁了。在这个地球上，他已经奉献付出1100多年了。他们存在的每一天都在奉献付出，每一年大部分的岁月都会结出累累果实出来啊。来，我们再看这一棵，它又结果实，然后又让大家可以来乘凉，啊，哇，真的，他们都在照顾地球，照顾人类啊。所以，当我看到这些植物哈，看到这些银杏树，我说实在，在我的心中，他们的重要性绝不亚于一个人呢。你旁边站几个人在那里，但是我看到了，我是觉得这是这个树在照顾人类啊。他们就像妈妈在照顾着小孩子，可是你在这个树下的小孩子，你知道吗？你知道他的智慧比我们高，你知道他的奉献付出比一般人多吗？一般不容易体会到，但是我看到的就是他们生命是这么的神圣，活着的每一天就是在奉献服务，为这个地球加分，也呈现成果来和人类分享啊。这一棵1462年，
这个年龄不是 我算的哈，这都是国家一级古树，这是政府单位他们去测量，然后给他们这个身份证，啊，他们有一样有身份证。来，我们看看这一棵一样哈，这么高大，这个将近30米高啊，然后旁边的人类呢，我们客观的比一比。人类如果以一比一，一对一，你的力量你还不及他的1%啊，啊，你100个人的重量你也比不过他了，你100个人你拉也拉不动他了，啊，然后他这么样的高大，然后又开花结果啊，所以，啊，当我看到这些，我是觉得我很感恩他们，也敬爱他们，不是敬畏哈，不是畏惧，而是敬爱他们。啊，我是希望大家对大自然深入的了解之后，我们要敬爱大自然。啊，来，我们来看这个人几岁？不是，我看这棵树了，这棵树几岁？你们说，大概几岁？这个是银杏哦，这个是这个地区是世界那个世界有一个记录哈，它这个地区方圆5公里内是世界最多银杏的地区啊。来，这一棵树2004年，2004年还在开花结果。哦，来，这个地区这一棵被称为银杏王，银杏王，哎，哇，它的树干真的很粗。现在是要让大家体会，哦，道德经里面所讲那些大智慧，哦，我们等一下会再衬托出来。这棵被称为银杏王合抱之木，这个大概要应该要七八个人合抱拉起来哈，才能够把它围抱起来，至少要6个人了，至少要6个人。好，来，我们来看看这一棵树，2126岁，这是2015年贴上的，活了2000多年，2000多年，而且呢，更珍贵的就是它照顾着人类，照顾着人类，哦，每天也释放出很多的新鲜的空气，帮助这个世界净化空气。人类是不断的在制造污染，而他们呢是在净化空气。人类不断的在消费，他们在生产食物，生产食物。所以我们要很客观来看一个生命体，啊，我觉得他们这个生命体都很让我尊敬，很让我尊敬。真的没有自卑，也不与人争，他们就是顶天立地，活出生命的意义，为这个地球加分，呈现累累果实和大家分享。而这个果实呢，无条件无所求啊。来，我们再看另外一棵树，这棵银杏1600多年啊，1666年，这棵称为黑银杏，比较少啊。这个黑银杏它的果实的价格价值又比较高，它上面这个标示牌上面有写下来哈，像这一棵黑银杏，它一年呢可采摘核果3000公斤左右，300公斤左右啊，一般人算的500克1斤的话，有600斤，然后我们那时候在那边向农民买1斤10块钱，
一斤十块钱，这是几年前，所以这光是这一棵银杏，它一年帮助附近的农民百姓赚五六千块，光是帮那些它结的果实啊，就可以帮附近的农民啊，产出的那个经济价值就五六千块啊。所以啊，他们都是正的能量在呈现果实。那这些果实呢，有的是掉落下来，农民去捡，居民去捡，附近的百姓他们都可以去捡啊，免费的。那他们去捡回来之后，就再把它稍微脱皮啊，然后经过曝晒之后呢，就可以拿来贩售，自己也可以用啊，也可以贩售。我们到这边去参观啊，看到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产品，我们就跟他们购买。你看哦，买方卖方都很喜悦，买方卖方都很喜悦，这些都是事实嘛哈。但是我们要了解哈，我们要去看大自然，还有银杏，还有各种果树，它们呈现出来的。来，请把这一段话一起朗诵一遍，起。道德经五十一章有这么一段话，第十章也有同样类似的这一段话。来，大家好好体会啊，什么叫做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功成而弗居，是谓玄德。大家好好去体会，一棵银杏树一年可贡献出300公斤的果实，而这些成果呢，无条件无所求的分享，是不是这样？都是这样哦。所以哦，我们说要读懂无字天书，这个银杏树它就是无字天书的具体呈现呢。什么叫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你人类说人类是万物之灵，人类很高尚，那人类呈现出来的心灵品质品德有比一棵银杏树高吗？他们能够做到这样问我们，自认为说灵性比较高的人类，我们做的有比他们还更高尚吗？所以真的道德经就是要让我们去读懂真正的真理实相，大自然的大智慧，大自然的奥妙，不是一般人活在自我世界里面，只看到自己，我是我能，我很厉害，而看不到你的生命都是大自然在养育。所以《道德经》17章提出哈，太上不知有之。真正那些心灵层级更高的，真正在爱护我们、对我们生命很重要的那些元素呢，一般人看不到、看不懂、看不出。所以很多作为就会颠倒梦想啊，就会背道而驰。所以这个就是道德经，就是要唤醒人类，人类要醒过来啊，重新好好的去认清真正的真理实相，大自然的真理实相。当我们真正读懂之后，人类作为就不会像目前世界的这种主流意识，为金钱、为名利、为经济不断的牺牲生态环境啊，人家就会懂得爱护生态环境，保护他们。因为人家会看到人，你看到在这个树下的人，人是靠植物在养育啊，所以
人类要好好懂得保护，这个就像他们都是我们的母亲呢、啊，啊，我们要爱护。来，这一段请大家一起朗诵一遍。好，起。合抱之木，树干大到要几人合抱的大树，也是从小树苗开始长成，九层宝塔也是从一砖一瓦积累而成。要完成千里之行的重大工业，也是要从眼前一步一脚印，脚踏不要好高骛远，说一丈不如行一尺。这就是老子希望我们向大自然看齐学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要学会向大自然看齐学习啊！大自然真的处处都是伟大的，所谓的圣贤在以身作则啊，所以我们要见贤思齐，当然我们要向有德行的圣贤来看齐学习，但也不要忘了大自然呈现出来的都是很高的心灵品质啊，人类要学会去读懂他们。所以这一章就告诉我们，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啊，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所以这一章就在告诉我们，做人做事我们不要好高骛远啊，不要贪快速，不要看到别人哦成功，然后我们也要贪求成功。你要去看到人家背后是付出多少的心血，是怎么在用功在经营，努力在经营啊。所以我们要脚踏实地，实实在在。来，现在主要是让大家体会哈、哦，合抱之木生于毫末。我们不要好大喜功，我们不要贪求快速，而是要怎么样一步一脚印，从眼前当下这一点开始做起。啊，这个一样啊，这棵大树，这也是银杏哈。银杏它除了呈现果实之外，再来到深秋的时候，哎，它开始又变黄，整个都是金色的。有没有看过？很漂亮，哇！看到了什么叫做黄金铺地啊？这位老先生，我们采访他的时候，他跟我们介绍，他说这个就是银杏树的幼苗，啊，银杏树的小树苗。那他眼前这个银杏树呢？他说已经栽种四年五年了，已经有四年到五年这样的。因为它一年长一节，一年长一年高一节了啊！他说这已经有四五年了。我们看看哈、哦，刚才看到那么粗大的银杏树，好，它是从这种小树开始长起。所以《道德经》就是告诉我们，做人做事要实实在在，从眼前一步一脚印的扎根。啊，不要好高骛远啊，不要只是在那里开空头支票，要实实在在去做啊。合抱之木生于毫末，大自然在教育我们，在启示我们。所以希望大家打开视野，打开门户，打开心胸度量，打开视野，向大自然来看起学习。来，这两章请大家一起朗诵一遍，起。民之从事，常于
一般人做事，常常在接近成功前，因缺乏恒心而失败。如果选定一项很有意义、又很有兴趣的事情，有恒心、有毅力地坚持下去，必然会导向成功。这就是老子要跟我们分享的成功失败的关键在哪里啊。好，如果我们能够选定一项很有意义又很有兴趣的事情，有恒心有毅力的坚持下去，必然会导向成功。不信你就试看看嘛，你去实验啊，你就会体会到，哇，真的老子所言都是真实不虚呀。 大小多少抱怨已得，这个一样都是很深的启示哈。我想这几张幻灯片请大家一起朗诵一遍，因为这个都是里面有很深的启示，希望引领我们怎么样能够真正的成功，真正迈向成功，而不是那种偷机取巧的主义，不是这样啊。来，请大家一起朗诵一遍。好，起。大小多少抱怨已得，不难于其易，为大于其性。人生要得到幸福快乐，其实很简单，把心量打开，不管大小多少事，用慈悲大爱来包容，就算别人对我们有伤害，仍以慈悲大爱来对待。以德感人，以德化人，宇宙最大的力量，慈悲大爱。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困难的事情要从容易着手的角度做起，要做大事必须从眼前细小之事着手，要处理天下难事必须从容易着手又能见效的角度做起，要完成天下大事也必须从眼前细小之事着手。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所以有道圣人你看啊，这就是老子的智慧贯穿2500多年来还是非常的被尊敬尊重。现在西方很多国家很多的上层人物顶尖人物，他们现在对道德经越来越喜欢啊，这个就是因为老子所讲的没有那些夸大不实，然后你可以去实验，可以去亲证，你会发现真的跟我们过去所想的有很大不一样，它帮我们大大的提高拔高啊。合抱之木生于毫末，好的去体会啊，做人做事脚踏实地，实实在在，把眼前的每一脚步做好，把眼前的每一件事情用心去做好，又虚心的学习啊，那你就能够渐渐体会什么叫生而不由，生而不由，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你逐渐的去做，你就会体会到，因为这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的本然。每个人都有神圣的生命啊，啊，所以你也可以做这样一个比喻哈，把自己变成一棵活动的银杏树。你跟银杏树比起来，就只是它在原地不动，然后你比它更厉害，哎，你智慧各方面好像比它更高哦，所以哎，你可以移动。那你可以移动，但是你要能够呈现出银杏树它有的那些特征特性，然后你去想看看你会怎么做，你该怎么做，换位思考啊，你变成它，那你只是会动，然后他们在做的是什么样的特征特性，好，你慢慢的去体会，它会唤醒我们心中神圣的生命啊。好，暂停一分钟。好，我们继续看下来哈，在《道德经》的第十章，这一章主要讲的就是让我们身心灵对焦，与道合一。在完整课程里面有比较详细的讲哈，现在重点就是在这个过程，就是帮助我们净化我们的心灵，提升我们的心灵品质。心灵品质没有提升上来，就是我们被很多过去所积累下来的不正确的观念之见，错误的观念之见，然后把我们自己的思想生命格局捆绑住，局限住了。就像电脑积累了不少的病毒，所以它的功能没办法正常的发挥出来啊。那道德经第十章这一章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去净化我们的心灵啊，净化我们的身心灵，然后让我们的生命呢恢复我们那个神圣的生命体。当我们神圣的生命体恢复出来之后，你就会呈现出这样的特征特性。来，请把这一章，请把这一段一起朗诵一遍。起，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无事，长而不宰，是谓玄德。道德经所讲的那个无为，不是消极，不是悲观的，含义很深。请大家用心深入去体会，生之畜之，你一样都有积极的作为，有积极的作为，但是它不是用自我，不是用自私在运作，所以你后面呢，你就能够呈现出这种高等的心灵品质出来，生而不由，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这是在第十章所讲的。这里一样都有白话解释哈，希望大家好好的去体会，好好去体会。除了刚才呢银杏树之外，你到处随处所见，你都可以看到植物，它们都是呈现出这样的心灵品质。这是南瓜啊，南瓜，那你看呢，它们一样啊，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功成而弗居。南瓜它长出来开花结果，是不是呈现这样的特征特性？是不是？好好去体会啊，你不要说啊，他们没什么，他们是植物啊。希望大家真的要提升上来哈，不要用过去的观念之见瞧不起他们，要知道是他们在养育人类啊。所以这个就是老子希望我们能够来到道法自然，人要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也就是讲白话，精简的白话就是人要学会向大自然看齐，学习，学会以大自然为师，
大自然的高等智慧，真的，你越用心灵去阅读，你越能够从中得到启示。连一棵苹果树也是这样啊，啊，苹果树它们呈现出来的，呈现出来也都是那一种特征特性啊，生而不有，为而不是。啊，你说我吃苹果，我有用钱去买啊，你有用钱去买，但是你付的钱有付给苹果树吗？有没有？没有啊。人类的经济活动都只是在人类本身而已，但是对那个大自然的真正生产者，对那些果树真正生产者，人类的金钱价值对他们而言没有用啊，他也没有真正获益回馈到他们身上啊。哦，所以要知道这些果树他们呈现出来的都是这种生而不有，为而不是，长而不宰啊。你不要想说那是他们啊，那跟人类不可能做到啊。如果我们不可能做到，那我们就不要认为说我们比植物更高尚啊。如果人类做不到这种情况，那你不要以为说，哦，人类是万物之灵。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人类的认知要调整啊。所以古圣先贤他们的大智慧，他们到后面都是来自向大自然学习，来自于得到读懂大自然的大智慧。所以孔子也是一样，来到上虑天时，下习水土，都是这样啊，啊，所以哈，希望大家重新来看大自然，不是说没什么，是因为你一直往前冲，你被错误的观念误导，然后你一直往前冲，所以你就看不懂他们，啊，当你慢下来、停下来、静下来，用心灵去感受，然后拿《道德经》来对比，你就会知道原来真的这个就是大自然的特征特性啊。来，请大家一起朗诵一遍，起。要知道哈，这就是道的特征特性，也是我们神圣生命的特征特性，人人本质具足。上面这一段话，请大家好好体会哈。所以不要自卑，不要狂妄、狂傲、自大，也不要自卑啊。道，大自然有这些特征特性，古今中外的那些所谓的圣贤伟人，他们呈现出那一种高等心灵品质，也是跟道一样的这样的特征特性，都是来到无我无私。大家要体会，宇宙最高的心灵品质就是无我无私的心灵品质，没有那些自私自利的心啊，没有自私自利的心，他自然不会去陷害别人，跟别人勾心斗角，他自然没有那些啊。所以生而不有，为而不是，长而不宰，功成而弗居，这就是大自然的特征特性，道的特征特性。要知道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是来自于道，我们每个人生命是来自于道，我们跟大自然是一体的。所以要知道啊，我们每个人都有道本来给我们的特征特性，这个就是大学中庸那个大学开宗明义所讲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那个明德讲的就是我们人人本质具足的那个神圣生命的。所以这是每个人都有的，我们要跟大自然多交流，多用心灵去读懂它，你慢慢的就会启发出我们神圣的生命。这个就是所谓的见贤思齐，它会启发出我们的潜能，
启发出我们的智慧。好，我们又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从蜜蜂怎么向蜜蜂来看起学习啊？很多人就觉得蜜蜂啊，那个很可怕，它会叮人啊。你不去伤害它，它不会叮你。蜜蜂是很有道的啊。来，我们来看哈，这里请大家哈，我现在播放每一张幻灯片，请大家把上面的那个文字，念出来哈。好，起，无我无私的奉献，利人利己。你在朗读的情况，也请你用心灵来朗读，用心灵来朗诵，也用心灵来欣赏它，品味它，因为上面每一句话都在呈现这个无字天书，这一张无字天书它呈现出来的那个精华精髓神韵啊，所以你用心灵来朗诵，然后体味里面的深意。好，再来，分工合作，团结和谐，相辅相成，一边采食一边回馈，不会伤害任何花朵，我与万物和谐共存，生命充满喜悦感恩，生活的当下利益一切众生，被误解从来不辩解，让世界更庄严，留甜美在人间，让世界更庄严，默默奉献，不求名闻利养，从古迄今维持一颗纯洁的心灵，尽一份小小螺丝的力量，尽一份小小螺丝的力量，协助万物结果实，协助万物大家要知道哈，我们地球上很多的农作物都要靠蜜蜂、蝴蝶他们帮忙传播发粉啊。来，大家要看这个启示哈。我们一般人对蜜蜂会怕它啊，甚至还丑化它。但是我们要看到蜜蜂在这整个大自然生态环境里面，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我听说爱因斯坦曾经推算过，如果蜜蜂从地球上消失的话，4年后人类就会消失。爱因斯坦曾经有做过这样的推测啊。好，是真是假，我们大家可以求真求证。现在有个现象，就是全世界的蜜蜂现在大量的死亡，大量的衰减，这是人类把生态环境破坏掉了，还有用太多的农药杀草剂，让这些蜜蜂他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那越差的情况之下，他们就快速的减少，他们族群就逐渐减少，所以，希望不至于产生蜜蜂在这个地球上灭绝。如果蜜蜂灭绝的话，真的整个人类的生态环境就会形成大浩劫，啊，粮食生产也都会出现大问题。我们来看看蜜蜂哈，它一边采食一边回馈。蜜蜂我观察之后得到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就是你好我好大家都好。我们来看看蜜蜂它来采这些花粉还有花蜜，采了花粉花蜜之后，它对这个花对植物有没有伤害？有没有伤害？没有伤害哦，没有伤害。
然后它在这个采花粉发蜜的过程，你看哦，蜜对蜜蜂本身而言，我也得到一些花粉发蜜，得到一些食物。那对植物而言，我也同时帮植物做一些传播发粉，所以对帮助植物授粉哦，所以在这个过程呢，对植物有没有好处？有好处，又没有伤害它们。对蜜蜂也有好处啊，所以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就是来，请大家朗诵一遍，起。蜜蜂的启示，你好，我好，大家都好。来，好好体会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蜜蜂它这样一个互动的行为，对蜜蜂族群也有好处，对农作物、植物也都绝对有好处。那不只是农作物，还有蜜蜂这两者有好处。当植物结出累累果实呢，又让更多的动物都可以获益，让人类也可以获益。所以我以前这样观察下来，我觉得哇，蜜蜂他们呈现出来的这一种所谓的那种高心灵的品质啊，真的是一种高心灵的品质啊。所做的事情呢，你好我好，而我们的合作下来会有很多成果，又可以让更多人获益。所以希望大家好深入去体会哈，我们怎么样学到大自然的大智慧，怎么样以大自然为师，怎么样去见贤思齐。你要抛弃掉过去对蜜蜂的畏惧或是成见，重新回归到实相上来看，蜜蜂他们不会随便叮人，然后他们呈现出来的是这样，你好我好大家都好。这个就是我们要向大自然学习的大智慧，不是学那些什么弱肉强食，一直的在并吞侵略大欺小，不是那些啦，那个是真的没有读懂大自然的智慧了啊。好，再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启示，这是莲花。我们一般人很多人都很喜欢莲花，看到莲花的高雅高洁，然后都会想到有一句话，希望我们要像莲花这样的高雅高洁，然后要怎么样？出淤泥而不染，对不对？好，我们一般都会这样的一种勉励。我以前在读书的时候，青少年阶段，我觉得这个没有错啊，对啊，我们要勉励自己啊，我们要能够来到出淤泥而不染，表面上好像对哈，但是当我后面读懂大自然的奥妙、大自然的启示之后，我发现这是有问题的。好，什么问题呢？我们继续看下来，这些莲花它要开花结果，这个花要掉落，花瓣掉落，这是要结果的阶段。好，我们能够开花结果，呈现出累累的果实，我们认为说哦，我们很高雅，我们很高尚，我们很厉害，你看我们能够呈现出很多的果实，这是看到啊，人类很厉害啊，人类是万物之灵啊，我要出淤泥而不染。好，请你低下头来看看，你这个莲花能够开出美丽的花朵，结出很多的果实，你是在，你立足在哪里？你是立足在淤泥上面呢，是淤泥在养育我们呢，是这个这些淤泥在滋养你的生命，给你能量，给你营养，支撑你的生命，让你开花结果。所以
淤泥不是脏东西呀、啊，不是脏东西呀、啊，啊，它是神圣的存在，它是肥沃的土壤，因为有淤泥的化育养育，才有我能够好好的成长，啊，才能够开出美丽的花朵。我的成果不是我自己很厉害，而是因为有众多的善因善缘在支撑。如果没有深入去了解很多的善因善缘在支撑我们、养育我们，人就会变成很狂傲、很高傲。当人能够打开视野去看到，原来我们的高贵、我们的美丽、我们的成就，原来是有这么多处在地下的淤泥在养育我们。我们瞧不起的那一部分是他们在养育我们，所以这些就是真的人类要把视野打开，不要用人本身的好恶去界定。哎呀，我觉得那个泥土很脏啊，我不喜欢啊。所以很多父母亲有这样的观念之后，他就不允许他的小孩子去玩泥巴。他觉得你要穿得漂漂亮亮的，要穿鞋子，然后都要整齐美丽，你不能够在地上打滚，不能够去玩泥巴，那个很脏，那个很多细菌。这些观念就把小孩子，人本来是天地之子，人本来是大自然的一份子，人本来跟大自然是一体的。但是当我们积累很多错误观念之后，我们就瞧不起泥土，认为它很脏啊，认为它很多细菌，结果呢把人就逐渐的带领脱离大自然，然后关到城市里面，说这样叫做科学，这样叫做进步，这样叫做繁荣。而所做的呢，教育出来之后，慢慢的又是会为了赚钱，然后开工厂、开公司，或是做什么企业经营，然后又是大土地不重要啊，河流不重要啊，污染破坏，这就是当今全世界主流教育哈的一大问题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啊能够重新来认识大自然，它是有机生命体，土壤它是我们的地球母亲的肌肉，地球母亲是神圣的，土壤是神圣的，有它才有我们啊。所以我们看看这些紫色的莲花，你很香很漂亮，人来看会夸赞，但不要忘了我们的生命都是需要整个大自然泥土山河大地的支撑养育。所以这个就是要看到生命的完整性啊，你才会真的由衷的敬爱大自然。这个都实相，只是以前我们被很多的观念之间把我们障碍住了，所以我们只看花而不知道这个花它是建立在污泥的养育啊。当我们能够去看到我有美丽的成果，是因为有很多背后的很多因素在支撑，这时候我们不但不会狂傲傲慢，我们更会懂得感恩回馈啊。来，再来这棵树，这是在有一次到马来西亚的一个乡村去走走，结果在那个地方
我看到，哇，这一棵这是玉兰花，玉兰花，我看到，当我看到它的时候，也许别人看觉得没什么，然后就走过，或是觉得啊，他好可怜哦，他的命运这么惨啊，但是我看到他的时候，我觉得哇，他好神圣，好伟大，就像一位所谓的圣贤在启示我，在教育我，告诉我什么。好，我们来看这一棵玉兰花，它原先的树干有遭受过伤害，有遭受过伤害，结果呢它从侧面又长出来，侧面继续长出来，然后它已经倒在地上了，倒在地上了，但是不被逆境所击垮，然后它还是一样继续的繁衍，继续成长。它身上根部、头部、根部、干茎很多的伤痕哦，但是它还是一样没有放弃生命，就算被击倒在地上，它还是一样继续在支撑，继续在接受天地父母的能量爱，然后又继续活起来。所以，当我看到他的时候，哇，我看到他这个可以了解他的命运是这么样的坎坷，但是他没有被命运所击垮。我们到那边的时候，他还开很多的玉兰花，还散发出生命的芬多精跟我们分享。哇，当我看到这些，我都很震撼，也很感恩他们，一方面也向他看起学习。对，他就是在启发我的所谓的圣贤。怎么向大自然学习？他们神圣的生命遭受过那么多的逆境，他还是一样继续在释放他生命的芬多精啊。所以真的，大家会学习会看的话，不是只是在书本学知识啦，不是一直在什么人我像偶像上面在抓取，在钻研，在追逐。大自然呈现出来的大智慧都在启发我们。再来，这是有关于另外一段的叙述。等一下啊，这个我看一下，因为时间这么短。因为要讲这一段的话会超过，等一下，我看那下一堂再讲好，还是按照这个讲下来好了。
我们现在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大自然的大智慧、高科技啊，大自然的高科技。来，我们来看看哈，这些白云，白云它携带，白云本身是什么？水汽哦，它是水汽哈。好，这些白云配合着风的吹送，也就是大自然把很多的水汽输送到高山上，输送到高山上，然后在高山上这些白云，因为那上面比较冷哈，所以当它们到高山上呢，慢慢就形成为降下来，就是成为雪，成为冰。所以要知道哈，大自然它用大自然的力量智慧，在高山上把很多的白云运送到高山上，然后在高山上形成冰库，形成冰库帮人类储存水，把水储存到山上。但如果是液体的，如果是液态的话，水如果是液态的话，那它很快就流失掉了。但是大自然它就用让它成为固态的存放在山上，固态存放在山上，它就不会很快流走，不会很快流失啊。所以要知道哈，高山上的冰事实上就是大自然巧妙设计的，帮人类在高山上储存很庞大的水，然后它用固态的方式把它储存在山上，所以是在高山上建立庞大的水库，但没有任何的污染，没有任何破坏，是不是这样？所以要知道高山上那些冰，那是大自然在山上建立的庞大水库啊。那在这个整个建立庞大水库，还有运送这么庞大的水分上去到上面储存，有没有污染？有没有破坏？如果用人类的卡车运送的话，哇，你要多少的污染，多少的破坏。但是大自然在这整个运作过程没有污染，没有破坏啊。在山上它储存了很多的水分水汽，在上面结成冰，然后慢慢的这些冰呢，透过天气的温度，然后它会有适量的融化，所以是把水储存在山上，然后让它慢慢的流下来啊，常年就可以有水可用。要知道，我们的长江水、黄河，所谓的三江源，都是因为高山上储存很多的水分，所以才能够源源不断的一直的流着。但是如果人类把整个的生态环境破坏了，一直制造温室效应之后呢，这些高山上的冰就被快速的融化了。这个融化的过程变成水流量好像很大，好像现在看起来不缺水，但是要知道这个是反常的现象。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不缺水，但是要知道这个就像人类把大自然帮我们储存的那些水呢，人类把它挥霍掉。你在城市里面，你在所谓的过着什么买很多奢侈品，在那里消耗消费享受，要知道就好像一样，同样的会连带关系，把大自然帮我们储存在高山上的水呢，你也把它消费掉消耗掉啊。所以这些水它就变成快速的冰，快速的消融，水快速的流失，所以让很多的冰山逐渐退缩，高山上的那些冰也都快速的融化掉啊。所以人真的要重新来看到大自然的大智慧。
如果要储存那么多的冰，那么多的水运到高山上，用人类的科技，人类要制造多少的污染与破坏啊？好，所以哈，如果人类没有觉醒到这些危险性的话，你看哦，青藏高原冰川预估2035年可能就会消失啊。这个是在十几年前，生态专家就已经做出的推算了，啊，如果这些消失之后呢，后面很可怕的现象，青藏高原那些冰山冰川，这是供应亚洲将近20亿人的民生用水啊，民生用水啊，啊，所以如果这些冰山冰川被人类这样快速把它消耗消费掉之后呢，后面就会形成很多的水荒问题，水患水患是前面，后面就形成水荒，啊，所以这个就是人类哈，真的要去看到我们的各种活动带给大自然的伤害。人类一直强调的经济发展、经济繁荣、科技怎么样，但是呢，牺牲了生态环境，后面副作用那是非常的惨痛的，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倡导生态文明，为什么要保护好生态，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希望来这一段话请大家一起朗诵一遍，好，起。OK， 这一节到这里。